三点一刻，小琉球迎王开跑，神教经过，鞭炮声响不停，超热闹。信徒钻教地，希望获得神明保佑，生活事业顺顺利利。迎王大阵仗，工作人员也十分庞大，肚子饿了怎么办？没惊啊，没惊啊。行动把费早就传遍遍，看得见的贡品随便拿，尤其这超澎湃早餐，大肠、包小肠、各式面包、现蒸、蚂蚱，通通吃到饱。来，锅炸米耶，锅炸米耶，拿给人家。哎，谢谢。天气太热，沿途棚子下还有古早味绿豆冰、仙草冰、冰棒饮料摊、养生枸杞茶，冰凉又消暑。日式大福甜而不腻，还有这整包的甘蔗，边走边吃，超接地气。而在嘉义市区。城隍爷夜巡鞭炮狂炸，不少年轻人发挥创意，跟着大部队参加巡礼。有人打扮成变形金刚、柯博文和大黄蜂，盔甲还会亮灯，吸引大众目光。3、2、1，活动最高潮，城隍爷机甲高3.75公尺，充满科技感，全台首创，让宗教信仰也能跟上时代。用传统民俗跟AI 科技创新结合。城隍爷夜巡沿路分送平安符和糖果为民众祈福，还有小琉球迎王超盛大，行动buffet堪称满汉全席，也让人大开眼界。记者侯坤、王书宏，屏东嘉义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